原标题：三位元帅和邓小平视察工厂被拒门外，后卫正国籍的他缴了卫兵的枪。1949年8月，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此后先后还兼任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功勋卓著。1956年夏，叶剑英刚刚卸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准备赴北京担任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这一年的一个夏日，天气很好，还在广州逗留的叶剑英专程邀请当时在广东的几位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邓子恢、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沿珠江城船驶向番禺方向，计划去视察紫泥塘厂，然后游览南海县境内的南岳宁山西樵山。此行由广东省省长陶铸、广州市市长朱光、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关湘生、公安厅副厅长兼省委、办公厅警卫处长苏汉华等陪同。紫泥塘厂是解放后由我国自行设计安装的第一家大型干涉制糖企业，1953年12月投产。出发前，警卫处专门打电话到紫泥塘厂，通知对方有首长前去视察。然而当他们一行到达紫泥塘厂门口时，出现了意外情况。原来紫泥塘厂负责警卫的副厂长接到省委警卫处电话后弄错了日期，因此没有通知厂内警卫部门。紫泥塘厂大门站立一名持枪的警卫士兵，声称他未接到领导指示，不能让他们这些人进糖厂。陈毅、叶剑英、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合影。1959年10月，朱光见状走过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广州市市长，你一定在报纸上见过我的相片。这次我带几位中央首长来，可以让我们进去吗？”卫兵毫不犹豫地回绝了。